啊，对，直接开始了就。收到了。好，开搞开搞，来看有画面没？呀，四个随机啊！哎，好像那个 JDR 说要来干我们。哎呦，来来来来，欢迎 JDR 狙击了。怎么来的？把他怎么干回去？那打完，要不我回他一下？打完跟他约一下，就让来收呗，反正这个分蛋糕一收就收到了。我这一把裸火枪了。你裸火枪？啊，我家里造个塔，然后就大法师去烧的，然后裸火枪就行了。我不练了。随你。我觉得人如 UD 这么打科学一点。哎，为什么我就成胖子了，又成飞哥了？这同学是什么鬼？一直都是飞哥，好吗？这同学是什么鬼？我已飞了一千年。又开启飞哥模式。等一个美女。让我停靠一下。哎呦，你真的是，我好像在某个雀仔，你成诗人了啊你。现在不就是在饿吗？我这已经接不了话了，我这边，我感觉好难接话呀。哎呦，这个塔好像照里面了点儿。看啊，算了算了，我这样，我留个口算了，保住农民就行了。我留个口，打得贼一点儿。有个口在这儿，能进能出。兽族在我下面。好，我下面是个兽。好，是个小兽的兽吗？跟你一样。啊，不好吧？你这句话说的太不好了呀！一看就知道我是个大强攻啊。哎呦，两个兽族啊！哎，两个兽主，这二本好了，出点女巫，他们不就黑了？二本，我二本爆女巫算了。好，行。你出法师。好。哎，我操！卡了一下。今后到时去他们家逛一逛，这个剑圣不在家，我就好好跌动。哎呦我去，还是留了一个大祭在家里。我发现英雄还是英雄，大技点不过英雄。哎我去，凭什么这个地洞能一直打我？这群人消失了，这群人消失了，找不到了。有一个在我家，剑圣在我家，刚才。好。二本一起爆法师就行了。好，
那我出血法师拳法，哎呦妈呀，大哥带了个大无敌回来，还有鞋的，我好虚啊，这么牛逼，有点牛逼啊，这个哎呦喂，你加小心一点，还好这个大哥没有鞋子，哦我想起来了，这里有个四级的巨魔打架就有大无敌，我去你看到啥了，啥闪电盾啊，电盾我里边啊，吓尿了吓尿了吓尿了，我勒个去，哇他两个闪电盾，哎呦我黑了一脸了，这个这太伤了，哎我好想哭啊，我不吹不黑，我真的好想哭啊，这个哇我在家里啥都没了，哇去，这现在的人呐、啊，下次怎么都那么狠啊，太狠了，他还是你的老乡，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有点疼啊，干得你泪汪汪，我已经快被干死了，这个简直不给玩了，这个是，我操我操，啥个情况，我慢一点，我要 hold 住一下，练练小点什么的还挺适合我的，别骗自己，弄得你打我操两个剑圣，两个，那我还是打不过你们的，别别别别，大哥们大哥们有话好说，这点凶的呀，我操，双剑圣追了我一条街，双先生是有点厉害，我你刚没我惨，这一个闪电盾直接我怀孕了呀，你怀孕了，快了快了快了几个月了，哎呀这里你懂的，这里没有宝的，宝没了，宝被他清掉的，哎你这人还不负责的、啊、你这人，脚歪出来，我是以防万一，我把蜘蛛网伸掉了。不然我也有点火枪，我现在只是有点苦逼呀、啊，啥都干不了，我都没有尊严了，去练级了，我这个，哎呦，我还在练，他还在练。啊、我得跟你一起练的，我一个人练不了了，已经。那你过来。我需要组织的怀抱了。嗯，组织欢迎你。好，组织，我直接是传送过来偷经验来了。呀，这个地图女妖很不错。干了。来干，减速了。好的，漂亮。加速了。好，我们就练下面那个。好，顺着练吧。这里啊，哦，练完了，这边有，这边三三三练级练级练级，我觉得这个兽族看到双法师部队还真是一点脾气都没了呀，哎呦打两个春风棒啊，来他们这个是属于嘴巴上说闪身体上很诚实来打我们吗，
哎，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老实嘛。对呀、啊。来了来了，你第，没事没事没事，我在后面。这不老实啊，这些人。哎呀，这女巫太屌了，打这兽族。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当年你们这群兽族被这个人族天天女巫这么调戏的感觉了。像游泳一样是吧？真的像游泳一样。把这个点练了呀。小心啊，他一直在截你的兵。哎呦，好调皮啊人。我觉得他可能要换家了，你家里是比较不好。没事没事。换家就换家，小事情。我们俩一波打过去，地洞就全部黑了呀。没换没换，兽族回来了，准备。哎，真的是在游泳啊，这个是，好爽的感觉。这兽族游泳状是，哎呦喂，这个位置好快！哎，完了，一把火烧到自己人了。我操，双电！我操！哦，力气打死了，还变，掉掉掉掉！没事儿。有你蓝都满的呀，我这给你加蓝还没啥用。哇，大哥给小弟加蓝是闹哪样啊？好，三个肉松饼是有点厉害的。哎，我去，这个兽族遇到这法师部队好无力啊，感觉超无奈，就无力感，深深的一股无力感，就一个兵打不死。太可怜了兽族。哎，我太理解当年你们这群兽族被人族这么减速啊减速啊减到那是真的是好惨的感觉。刚好三本好了。一太无力了这个兽族。我感觉是双奥克打着女巫加女妖，我靠，一点办法都没有，想死的心都有了呀，秒牌了，是不是一点？